婆啦，屋太話我，即係同今朝早咧天同地理，今朝早咧淋到水又真係咁嚟打氣。咁啊依度咧保安所，今天早上山后面哦，你看天之好，是吧？漂亮哦。我们现在呢回来这个啊，渥太华市啊，安大略省。如果我哋入翻嚟咧，呢个安大略省，安大略省。马上就要离开了。对啊，蒙特利尔排队可是第六天。點死啊！等一等，我首先，我諗住呢個方向感嚟㗎，但應該係咩啊？咁大家咧，我哋行前呢嗰度咧，轉彎嗰度有兩個大使館，一個咧就係日本大使館，我哋中國人一齊去炸佢。另外一個咧，右邊咧就係依一個叫做咧沙地阿拉伯大使館。不過，現在我們在前面咧右轉的時候咧，就在我們的那個。左边那个就是日本大使馆啊，日本大使馆啊，不是这栋高楼，高楼旁边那栋，就是日本大使馆啊，有中文有汉字的喎，所以大和国共和，即系有大使馆。嗱，依个就系依个啦吓，你睇门口有个牌，个铁铜牌嘅，见唔见到啊？有汉字嘅，大家看到它有汉字的，这个日本大使馆哈。这里啊，日本大使馆，O55啊，O55那个就是日本大使馆啊，日本大使馆。右边一个呢就是沙地阿拉伯大使馆，沙地阿拉伯大使馆，充满那个中东的那个回教的伊斯兰的色彩，那个就是这个啊。你看到那个国旗有没有挂出来啊？绿色的国旗。如果大家看到那个大使馆挂着那个国旗出来，就表示他的大使在里面。如果国旗收起来，就是大使不在，大使跟国旗在。就是同一样东西，代表了国家同意，他不在的，这个人不在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啊，一样。那然后呢，我们在这里前面，你看到英国国旗，那因为宗主国呢是英国这里，所以这里没有大使，这里有个叫大高级参赞 High Commissioner， 啊，因为呢我哋刚才讲宗主国是英国，所以佢冇大使嘅，呢个呢是高级参赞嘅。官邸，即係個 higher commissioner 啊，外交部、外交部啊，外交部啊，外交部，外交部跟呢個國際貿易部，外交部同埋國際貿易部，知唔知佢係邊個做 minister？ 唔知啊，之前嗰個係 Peterson 咧就係。